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罗。一大早就起来啦，来看他的丫丫，你看，起来好早哦，好喜欢那个丫丫一天。今天我们去大山拿点蕨菜好不好？好啊。因为他的外公说，今年还没吃过那个蕨菜。我们那边很少的，就算有一点的话，也很多人去拿，哪里等轮到他哦？现在一大早我们就赶紧去，然后把爷爷放在家里。好的，好的。爷爷，你在家里跟爷爷呀，好不好？爷爷，跟着爷爷去放啊啊啊，好爷不爷，你的啊啊嘞？哦，那下面啊，好喜欢那个丫丫耶，一天不知道要去看多少次，看丫丫喽，走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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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妈妈。走过来跟妈妈，快点。哎呦，好棒啊！来，要走过去跟爸爸。走，我们出发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在下面关的，关在那个笼子里面的。啊，等下我们去叫爷爷去放啊。现在是早上的6点多。好咯，今天这个天气好给力哦，下雨来咯。你看那边，决赛的还没看到雨下雨。我就想问你，现在5月份了，还有没有决赛？耶，肯定有啦，高山上面这里。你看这上面这个雾啊，都看不到山顶了。今天就跟着老罗去，老罗为了给老丈人尝一点新鲜的蕨菜，下雨都不怕。下雨怕什么？打伞。啊！你看这个雾蒙蒙的天气，哪里看得到有蕨菜呀、再走一下就有了呗。能看得到吗？还没走到目的地。加油！现在到这个山顶了，蕨菜也看到了，吃个早餐先。你看，小军，蕨菜就是这里啊。还真的有蕨菜，你看。这个到山顶，这个下雨太大了。还挺嫩的哦。对呀、这里还有挺多啊，哦。啊，这山顶那肯定啊。现在早餐吃饱了，开始捡蕨菜了。哇，好嫩呐、拿下去一点，啊、好好拿到底下一点，它老了，我们回去可以处理一下。你拿太嫩的话，它老回去，它又要老了。这蕨菜老得很快的。哇，天气太不给力了，我一边在那手撑伞，一边在捡蕨菜。是你选这个日子太好了，风调雨顺。漂亮的蕨菜，想不到这段时间还有蕨菜吃哦。有啊，这高山上冷，它蕨菜没有老那么快。这里面都，哇，这底下好多啊！你也下来嘛？下雨啊，姥姥。我不敢去啊！好吧，我多捡点。
你面前有根大大的，你没看到吗？看到啊，这里都有啊。哎呦，好滑！小心一点，很打滑的。还有一根好好的。嗯。我一根是金板，你一根是拿节菜。是。是你选这个日子来，太好了。还有一根，你没看到？没看到啊，那个草这里，这里吗？就在你刚才搬的这条旁边。哦，这底下还有。哦，雨越下越大了，那我也来拿一点，我们赶紧回家算了。哦，好的好的。你看这个雨，下个不停。这上面真的是一山比一山高啊，现在我们已经走到这上面了，上面还有山，都快到山顶了。这边这个小山坡已经，就这小山坡就到山顶了。哦，这上面还有树没有？有啊，你看。我们下面早都过了。对呀，高山就不同是不是？嗯，上面冷一点哦。现在不能白熟啊。拿点回去给爷爷吃啊！好的，拿个树叶给他包回去。好的，多摘几个，底下还有。不去拿了。这里有一棵凉粉树，长得很好哦，朋友们，这个就是做神仙豆腐的叶子了。长得很好，今天天气有点凉快，不然的话我就摘一点回家去做凉粉去了。这一棵好大，可以做得到一小盆了。来，再整一把。好嫩哦，嫩嫩的。这边还有几条好好的。啊？这边还有几条好好的，嫩嫩的。对，慢慢找。山上没刺吗？哪里还有？后面还有一条。哦。哦，我不要这个伞了。打湿。打湿去了。我在这路边都得了几根好好的。这老了。还有没有？我看不清楚。旁边这里还有两条。上面还有一条，哪里我都没看到，你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好了，我也来，现在雨下小了，又是一把，这雨停了，我也来拿了啊，嗯。
点一下就马上就要得一把。对呀、啊。底下找了呢，有两根很好，你找了你。这个、啊。后面那个呢？不要了。哦、有没有人想捡蕨菜的、啊、朋友们，五一放假了，可以过来捡一下。现在不五一都过了，五三了，想捡蕨菜的可以来捡一下，真的。还五一，我好像没有五一，就天天干活的。我们是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干，哪里有什么假期？继续往这里捡下去啊！好好好，我也来找那边。嗯，好的。来喽！哎，我们换个地方找。好的。现在终于雨停了，这个好，好找一点了。对。老罗、哎，这大山又开始起雾了，我们要不要先下山去了？可能又要下大雨来了吧？再捡一把啊！看样子，你看这个雾越来越大了。这天气可能又要下大雨了。对呀、啊。哇，这个上面好多啊！好多啊！看，上这里一下又得一把好好的。可以了，够吃了。够吃有两三餐了吧？你看这里还有那么多。嗯。可以可以。好、啊，我们回家了。回家了。这个鞋子、裤子都打湿完去了。都打湿完了，你看。走了走了。